喂，您好，欢迎收看二一零零整点新闻，我是徐国豪。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，云林县政府原本宣布下周要恢复实体上课，但因为民调结果有将近七成的家长希望能维持线上远距上课，而县府也正式宣布下周仍然维持远距上课，而毕业典礼则由各校依照状况或选择来举办方式，而若采取要实体的毕业典礼，将不开放外宾来。